最后两下把上次的高地给破完，高地本身是五秒获得了三高，这把要没了是吗？不会的，破三高才是游戏的开始，兄弟们顶住顶住顶住啊！两个人同时间集火上去，李梦洁先带走了一周一波团战，先把 YSTAR PRO 的核心点逐个击破，梦到的神之一手圈的刚刚好啊，还是想把兵线给运进去，但是幸运的快扛不住了，我给他的没有能够中，但是一征的位置被李梦给开掉了，花海也留了下来，但是咬不死，再被李梦给接着二连击破，这个镇神是把 XYG 的军心给镇下来了，小兵站在前进，英雄岂能后退，我们的 SCP 在前进。